他其实已经很黄了。嗯，很甜。啊、哦，请你吃一块饼，予你代代出好仔，出好仔，予你代代出好仔。啊、哦，请你吃麻糍，祝你年年大赚钱。大赚钱，好、哦，给你念。啊，请你吃一路。一粒一粒，哎，一粒做，祝你年年顺年年好。嗯，请你食贡丸。嗯，祝你平平安安，开胃开开胃丸。对吗？亚明，我拿走了。来拿来。拿来，不要拿走。他刚选了一下手势、欸。你看，他会把他的红包夹住、欸，哎，有没有？他不想要你拿。拿他的手手在互踩。不可以。亚明说那是我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媳妇静静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静静。看到我身后，老粉们就知道啦。这是我年前来买了一个大的网子，把这个藻子树把它罩起来。我们今天就可以来采藻子喽，很大颗，真的还蛮甜的。听我公公说还蛮甜的，超大的，满满都是藻子。来，我们来采。天哪，一大串一大串的，好多、哦，满满都是。我们来挑比较大的来采，好多、哦。这网子是买对了，你看，往年哦都是虫子，都没得吃，今年就没有虫了，全部都可以吃。看，哇塞！实现迷藻自由啦！哇塞！哦耶！来，今天我挑了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，站在下面等，等我们家巴菲特来摘。啊，不要！哎，上面上面的好大颗哦！这里你看，你看这上面。都不摘，那些都比较大，看到没？上面的也可以摘啊，这种都很黄。小颗，我想，我想，我想大的。这个爆炎呢？太久了吗？对。啊，好可惜啊。这边，来，你的左手边，这里，这里，对，干嘛？这里啊，这里，嗯，这里，那这一颗，对对对，还摇下来一点，这一颗也是。这种就可以摘啊，都黄。是吗？可是我觉得这个太小，好甜哦！太小颗的我都不想摘耶。可是这些那么小都已经黄了耶，更好吃。真的吗？嗯、小颗更好吃吗？嗯。我觉得这个，哇塞，这个，你看这几颗都比较大，这个也很黄。
看。哇，这几颗都比较大。随便，不用上树就可以摘好多。跟你说，这样子摘下来，你就会有那个选择障碍，知道吗？太多了，像葡萄一样成串，多恐怖！小心，你都不用洗就吃了，真夸张！你不觉得有灰尘吗？至少洗完再吃嘛。这种虽然比较小，可是它已经黄了，对吧？很好吃，好了。好了，这些留下次再来摘，还没有很黄。天哪，你看，像葡萄一样整串整串的。走，回去了。还有很多很多可以采，下次。你看，这一棵，这个树枣子树已经锯过很多次了。不然的话，它更大棵。上次哦，他们从这边把这边全部都锯掉了。不然的话，哦，他们至少锯掉了一半。可是现在还是有很多，吃都吃不完。好啦，看我洗了一颗，要来吃。它其实已经很黄了。嗯，很甜。都完全没有打农药了。纯天然绿色食品，好吃。带你们看一下我公公的小果园，很小，因为大部分他们都没有在种。这是我公公种的芋头，这小芋头很好吃。这是芒果、百香果，刚开始长，今年就有的吃了。那个是若梨，这颗那么小就挂果了，虽然没几颗。好早，还有葱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小院子，种上我喜欢的花，还有一点我喜欢的菜。我一定要种香菜，我喜欢吃香菜。这颗好像是橘子，是不是？对、你看那个洛梨在开花。嗯，不同品种。这是柚子，这棵柚子树上次我有把它嫁接成功，可是。二哥把它锯上面的锯掉的时候，刚好那个枝砸下来，把我嫁接的那一个砸断了。嗯，我种的肉梨还没开花，季节不一样。公公的这颗肉梨开花了，准备要开了。嗯，那一颗是那个皇帝豆。刚开始要结果，到时候又是吃不完了。一般那种豆类啊，只要种一颗就吃不完了。之前我有种那个异豆，这人家说的龙豆，也是一颗就吃不完了。
要上面。嗯，你看，才刚开始，有嘞，那豆子还有豆荚嘞，有豆荚，那个还没有成型呢、啊，那里面的豆子还没有骨，还小啦，还没有鼓啦，你看它还是扁扁的，有没有？那、啊、等它里面鼓鼓的才是可以。到时候又有很多，这里又有、啊、很多豆荚、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知道，这里有，我刚刚有看到，刚开始还没有成型。到时候又会长很多了。嗯，但是我们来摘很多，去年公公也有种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去了，还有很多枣子在里面。继续，我们晚上可以来念这个，今天很应景哦，台湾俚语吉祥话。对。可是我还是不会念，我们一人念一句，不会念。你先找一句你会念的。对，你找一句你会念的。我们一般早上应该跟客人说，敬、哦、吗？敬要怎么？家恰里家低贵，恰里家低贵，互你趁机会。好，恰里家偷刀，互你食甲老老老，是这样念吗？嗯、好。今你一杯茶，祝你身体健康无问题。身体健康无问题。祝你身体健康无问题。无问题。无问题。请你食咸咸，做人做事无人嫌。哦，看错了。哦，请你食一块饼。让你代代出好子，出好子，让你代代出好子、哦这个、请你吃麻糍，祝你年年大赚钱，大赚钱、哦、请你吃水果，祝你一拢盖好，请你吃甜甜，让你好活子归厝边，六万，好，六万。请你食果子，互你老阿厝滴滴起，滴滴起，好。哦、好，下面给你念。请你食一粒，一粒，一粒枣，哎，一粒枣。祝你年年顺年年好。嗯。请你吃贡丸，嗯，让你现金开袂开开袂完，开袂完。贡丸怎么讲啊？台语。贡丸嘛。贡丸呢？贡丸还是贡丸？贡丸。贡丸吗？都是台湾国语讲，台湾国语。最后一个讲话都有点。对，最后一个。快点你吃欢喜，不是金欢。都可以，看到你真欢喜，祝你平安过日子。好，我们最后一起来念这一句哦。哪一个？最后啦，最下面这一句，看，来，新年最好迎迎迎，予咱大家平安幸福好过年。何桂妮，何桂妮，何桂妮，你给大家拜年，要你拜年都没有看，雅米，雅米啊，有看了耶，你看雅米拜年，好无辜哦，你要收红包拿来。啊，红包！他只是瞄了一下，不懂事。来，叶明，来拜年。嗯，给你。好、啊。嗯，谢谢。你看我的红包干嘛？还夹住嘞！我都知道是他的，对吗？叶明，我拿走了。来。来，不要拿红包。他刚选了一下手势、欸。你看，他会把他的红包夹住、欸，哎，有没有？他不想要你拿。拿。他的手手在互踩。不可以。
亚明说那是我的，是不是啊？是我的啦，拿过来了。哦，他脚还会还会夹住哎、欸！我就说他有夹住啊。你也知道、哦，听得懂了。天哪！这是你的钱哦，以后要包好哦。夹哎，然后真的哦，你要拿住哦，好好，连尾巴都来凑热闹，勾起来了，连尾巴都凑彩好，说好的给我。真的哎，他会扒着他的钱包哎，我的妈呀！小丑才奴，好可爱！哎呀，我们家的小丑才奴，我觉得还可以嘛。我们念了这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好吃力、啊，拿走了、哦。我跟你说、啊，你已经比雅雅厉害了。雅雅应该都不会念。来，雅雅，我完全不会念，就一起跟着念啦、啊。你看一眼，跟着念，你看一眼，你觉得你会念哪一句？挑一句最简单的，最有可能全部念出来的。对，一个字不会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你要拿着红包走吗？对，请都不会说。恰恰恰恰力甲瓜子诡计，我一个都不会念啊！你在学校不是有上台语课吗？偷刀会吧，偷刀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。好，那我这样子好不好？偷刀，我教你，你跟着我念。不要。一个最简单的，好吗？哎、欸，他扒着护财，真的护着哎！哎、欸，不要抢，那是人家亚米的。没错、嗯，他拜过年了。那是我的。来，雅雅，我们念一句要不好？千里好了，要不要了？好了，来，之后给我们了。来，雅雅，还给我吧。念一句，千里甲丁贵。你要请你吃土豆哦，你要吃土豆，请你吃土豆，让你吃到老来再一次，请你吃土豆，让你是什么？吃到老对，你要常念，知道吗？不要，常念你才会念啊。梨桂，对不对？那你看我们今天早上卖的那个就是甜桂啊，梨桂。我觉得台湾的俚语其实真的很多，很好玩的。而且有时候听阿嬷讲都会讲一堆俚语、